那最近呢，孙俪是画了一幅小花妹妹的画像啊，向来是保护孩子相貌的她呢，用画画的方式第一次公开了自己孩子的长相，画布上面满满都是母爱。妈妈画笔下的花花，妹妹看到的第一反应说：“这是我，看来还挺像。”画像中的小花拥有一双水灵大眼，肉嘟嘟脸颊，头发扎马尾，戴上一颗红色樱桃，一副萌状。刚刚晒出了女儿的肖像画，没想到孙俪却在留言角落里笑侃了一句：“我好像把霸王花画胖了。”对比一下哥哥等等的画像，妹妹小花确实比哥哥等等还大了一号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孙俪亲手绘画像的这份母爱，大家也是深深感受到了。